精彩爆笑片段。什么玩意儿磕碜呢？咋的了？这都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说老坏，你有病啊你啊！你疯了你啊！让我死吧！不是你干什么？这是咋的？这咋的了？你们咋的了？我你干啥？哦，姓王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啊？咋的了？这是问谁呢？问我出啥事了？啊？不会装，不装多好。你俩呀，不当演员呐，下那材料了。不是这因为啥？怎的了？这是你。把你家刘能老还人啊！你这多大学号啊！我哎呀，不是姓吴啊！你听我解释啊！啊，我来吧，我睡着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咋着回过去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可别说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不想跟你发这个，姓吴啊！啥也别说了，我白对你好了，拉倒吧。你下楼挺黑呀，拉倒啥也别说。媳妇儿，你把锁打开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媳妇儿，我吧，刚才看不是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吧正看电视节目，我要上干系，这功夫吧，秘密就出来了，我吧就看直眼了。看着看着就困了，就一觉就蒙过去了，就睡着。操了，鬼子！看人家你能睡觉啊，豆娘！你们家没要啊？啊？你撒谎是不是？啊，不知道家门啊？家门从哪看？你不知道吗你？那混急眼了，还啥门不门的？撒谎是吧？媳妇儿，老四，你听见说没？他搁那嘎看电视，你非得逼着我说让我陪他来看电视。你让我来陪他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说了，我要你陪他看电视，我也没让你陪他睡觉啊！我跟你说哈，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是，你是不是想逼我说我跟刘能有事了？是不是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好，你不是让我说吗？我跟他就有事了。来，现在、哎、来，有事了，来，有事了，有事了，有事了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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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事了，精彩爆笑片段，会长抓着了啊？谁呀？明白了，你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。你看，你看了吗？真有。王丽丽，你过来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让你看看口水者，是不是特恶心啊？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流着哈喇子那种。哎呀，你过来看看，你过来看看，他真流哈喇子，天天流，你好好看看吧。谁呀？我儿子。哎呀。想妈咪了，他肯定是想妈咪，原来是他呀！你说这么远的路途，他能来看我，他肯定是想我了。嗯，不是，这不奇怪，老狗识途啊！好的，宝儿。来，怎么的？啊？还有第二位偷窥者？哎呦！啊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明白了，把照片给我发过来。天哪，暗恋我的人怎么这么多呢？哎、你说这女人有魅力。来呀，王丽丽，来，这个人暗恋你暗的不行了，快来看看吧，来看看吧。啊！又一条狗啊！我老公。我跟你说啊，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老公啊对你不放心，就天天带着这个狗过来看一看。那他怎么不进家门呢？不是，我说你呀、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大的脾气呀、啊？来来来，王丽丽，你过来，你坐着。王丽丽啊。哥得说你两句，你不能这么大的脾气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这么大脾气，你老公他敢进家门吗？人呐、啊，不能老停留在自己那个感觉中，你得想想别人，理解别人。你说你天天没事拎个大狼狗在院里边溜达，街坊邻居能不怕吗？你说你让那大狼狗跟你老公 PK， 你老公能不怕吗？你说今儿这事儿，你非说我爱你，我能不怕吗？原来你怕我呀！啊，我。一定要改。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确实有魅力，但是我现在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把魅力是给我老公一个人。哎，好吧，我一定要改的，你们以后看我。好，我走了。再见。一比一万，
开不开心。精彩爆笑片段，这边甩给青川啊。哎，好，别着急，依次上前来，来，现场预备，开始。大阿哥，哎，等下回去以后啊，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千万别把自己饿瘦了，啊，多摸一会儿。听话啊。哎，好，妈，我听您话。坏了，这有一糊涂在里边。去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换了。哎，这是拄拐弓八阿哥。八阿哥，嗯，等下回去以后，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把腿给养好了啊。我一好了，我就跑去找你。我等着你啊，跑到腿再瘸了为止，我也一定要跑到。别再瘸了，要不然真跑不到了。我坐轮椅我也追上你，我走了，他们还等着我。小四，八哥，等下回去以后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你能爱我一点吗？走吧，赶紧的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走，见吃饭。这有一吃错药的啊，后面深情款款的八阿哥来了。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会听你的，我不会让别人得到你，除了我谁也不行。哪怕你死在我的手里，我会爱你一生一世。这是个妖精，你对我一点也不狠。我会好好吃饭的。走吧。哎呀，真不容易来了，大脑袋八阿哥。八阿哥，等下回去以后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可是粮票花完了，床也塌了，怎么吃饭，怎么睡觉？那就顺道减减肥好吗？你走了我就换新粮票修床。哎，这皇宫里都是疯子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欢迎常来玩，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妈咪，细灵啊！精彩爆笑片段，10块钱，打车花9块，剩1块给你也不能要。别磨叽了，我们土产，快拿钱。那我真没钱呐。山炮，动手，动手！这玩意儿他呀，一天哪，什么玩意儿是一个呀？不，你干啥你要？别！你看这样我就淡定了，你就毛了。俺又不说不给你准备钱，这不脏了你吗？你瞅你那损彩，脏了该死。我不想惹事啊，快点，俺们也不想摊事儿。我来相亲来了，我也不来相贼来了。他呀，你看看。你等会儿，有1000块钱拿上走得了。没有钱的。就你俩大活人，1000块钱没有吗？啊，你咋这么抠呢？你说你真没有啊？有没有？动手！动手！动他干嘛呀你呀？你咋这么毛愣啊你呀？我告诉你，跟他你早晚得出点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早晚把你坑了。你这玩意儿，你挣得合呢？你说你二乎的那还废话，快点的，还你淡定，还有事说事，像我们俩沟通，对不对？钱呢，啊，你就拿点儿呗，你算借我，到时候明天还你了，不行吗？快点，那拿呢？沙发扣里头有啊，这不有钱了吗？这儿。走，看着别怼着我，看着，拿钱了就别怼，你跟着我干啥？你跑着呢？往哪跑？我这条腿往哪跑？快点！你上进屋里看那人质，快点吧！海燕姐，哎呀，让你来贼了！我对，抓贼去！我赶紧去！警察，你抓贼！抓贼！怎么样？抓贼去！哎呀，抓住你！哎，来，抓住你们！哎呀，还跑？就你这样！哎呀！他是谁呀？他呀是谁？过来，他俩是谁？别逼我们啊！告诉你，逼我我就跳下啊！大哥不能跳，6楼。得救了，跟他拼了！来，爷，哥，
我嘚着是不是？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干啥去？柔道八段。几段？八段。八段呢？哎呦！让你拍我门了，让你走开。拍死俺们有个八段。精彩爆笑片段，最像的还是他弟弟马三立。太对了，我最喜欢马三立了。对对对，我帮你。那我谢谢。哎呀，你等会儿。对不起啊，您再换辆车。帅哥，干嘛想收买我？帅哥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得买。大家都少说两句吧。别介啊，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？这个啊，这飞毛腿我看看。哎呦兄弟，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，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。这叫拖车杠。哪捡的？我后备箱里放着的。哎呦，你天天拉着他得费多少钱呢？那才几个钱？几个钱？哎呦，这车多重啊？一吨。他呢？十公斤，1%。对啊。你一月挣多少钱呢？不到一万。不到一万是多少啊？4000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么做值吗？值值。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。嗯，我师傅是个老司机。哎，不骑白马了。我师父骑了30多年白马。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，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，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，拖了多少车。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，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。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？叫他嘛呀？最美拖哥。好样的。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，好多人都给他捐款，有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解放军战士。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，徒弟啊，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，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，以后在路上跑，不管遇到谁有困难，咱就搭把手，搭把手不孤独。对，今天你帮我，明天我帮他。我就不信后天大伙儿不帮我。精彩爆笑片段。不想理解，我跟你说他为啥找你啊？我刚才都听着了，因为你高大威猛，他认为跟着你有安全感，你能保护他。就你这点小心眼你能保护他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个小，我学过螳螂拳。我告诉你，就我这样的男人我能保护他，那不是吹，我这样的男人能做他男朋友。拿过来。你别说话怎么的？你说他谁呀？我说你实话实说。他是吧？啊，男朋友。完了。哎，妹子，他咋倒了呢？哎，你起来。没事儿，大哥。啊，你站着看着，我都习惯了，他一会儿还会自救呢。哎呀，你太厉害了，你这吉尼斯。哎呀，来电了，来电了。哎呀，来电了，来电。这么多人在这儿啊？黄大叔，我救星来了。老黄啊，啊，我给你可来了，你快跟他俩说说我是谁啊。闭嘴，你先别说他是谁。你谁啊？谁都怀疑他。我是这儿的房主啊。那他谁啊？他是我的前租客小盛，是不是？他在这儿住好几年了，今天他不租了，他停停过来看房子，对这房子挺满意，这房子就租给他了。哎，没什么事是吧？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好好好，走吧。人家两口看房子，你在这干嘛呢？
那行行啊，哎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大个子，我得说你两句啊，你俩男女朋友得互相信任，啊，你得大度。切，走了，大哥。停。啊。停啊！我错了，我今天我当这么多，我就发誓我就。别发，别发，别发了啊！哪回你改了？我知道你跟踪我，翻我钱包，看我手机，查我 QQ， 你是因为你在乎我，你爱我。可是你这种方式爱我，都快把我爱死了，谁受得了啊？我改。行了，别改，我改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这么对我，你要真改了，没准我还不适应了呢。精彩爆笑片段。你要觉得吃亏，这件绸子衣服给你，我穿多大不板？我这没问题，不行，我还了解不行。你客气什么呢？拿着。谁跟你客气啊？我是正面人物，主角。这不就结了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说了半天，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？好了。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。站长，队长，别开枪，是我。哦，是你小子。是我。往后站，往后站，都往后站，配角。是你小子。是老子我，哎，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。队长，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，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。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位置站错了吧？你说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我干嘛这么站？你就这么站。成不成啊？你看看，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，这就对了吗？您是配角，我配角就只配露半个脸呢。哎呀，有这道理吗？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？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？不要了，都放这边。嗯，这可就是二皮脸了。啊，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？你不能抢戏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。好，行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。对，来吧。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？队长，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。只要能够投降皇军。白日做梦。你是个叛徒。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啊。太君说了。说什么？太君说什么？太君，别说了。你俩挡着我干什么？我怎么挡着你了？啊，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？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。你这是抢戏。我抢戏了？那可不。我抢戏了，我连脸都不要了，拿什么抢戏？一比一万，开不开心？